你知道这是什么？好，那你要必须要这样子，不是从这边出来，就是要把这拔掉。所以它可以不拔掉。我是阿 Q， 山开箱。我们今天开箱的东西是我觉得非常幽默的东西。稀奇的东西，搞不好其实不稀奇，是因为我们没看过。我是第一次看到出现在男生身上，第一次看到出现在成人身上。它是什么东西呢？它叫做连体衬衫。当当，太荒谬了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像是一个尿布，你那样穿到底要干嘛？ 把衣服扎好嘛，因为我现在唯一想到他做这个原因，可能就是因为开会啊，要扎好。你坐下来、站起来的时候，这都会慢慢往上跑。是避免他已经扎起来的衣服一直跑出来。对，我们现在做这么多揣测，我们就拿出来。新款秋冬季连体白衬衫，哎，我要开了，打开，好紧张哦。摸起来，摸起来是硬的，摸起来是好的。 太开了！啊，我看到了，好恶心，好恶心，好啊！好痛哦！它是这种哎，这是蕾丝内裤哎，是蕾丝的，穿这个要穿内裤吗？要啊！你不要看手机，我先关掉，刚手机响，再关静音。其实它衬衫的材质还不错哎，其实这个材质也不错，蕾丝啊！ 好，继续穿。好，Go。好，你的下半身好丑，好丑，我的天哪！好恶哦！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你那有不舒服吗？没有，基本上舒服的。哎，我看一下你背后。好，真的好丑哦。那你可以摆一些时尚的 pose 吗？ 有一种孙生感，姚轩，其实没有意义。<笑>你看我要拉还是拉得出来，还是拉成这样子？可是他最多就是拉这样啊，他不会把它整个拉起来。那我问你，最多拉这样跟最多拉出来，差别是什么？模拟一下，你如果穿这个东西要去尿尿的时候该怎么办？好好，你到厕所，好尿尿，必须要这样子。 不是从这边出来，就是要把这拔掉，所以它可以不拔掉。可以。哦，那还好哎，我以为每次都要拔掉。怎么年代还在扎衣服？扎的就破掉了。坏了。没有了，没有没有。哦，你把扣子硬拔掉。对。啊，你鸡鸡没事吗？没事。<笑>等一下，它等于没有功效啊，因为它硬拉就拉掉了。对啊，然后它如果不扎。 把它放外面，就是也行。屁啦，就是有一种厌恶。后面好像，你们来弄。那你穿在外面，风暴式哦，好诡异哦。就是试完的时候心得如何？就是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。你说就买一般的白衬衫就好。那你可以穿在外面，刚刚那样。那如果是这样，我推荐。<笑>大腿穿外面。<笑>